笑，大仙不闹，么么哒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常看我玩橘右京的朋友一定是知道的，一级消耗二级单杀，一级消耗，二级单杀。边路奇才，朋友们。什么意思？你进来，你打我，灵性走位，懂我意思吧？然后呢，你过来，不跳走，不反跳，哎，气不气？我捅你，气不气？我再走，我再过来，我的普通攻击，我攻中他，我反跳，我正跳，然后我闪现过去普通攻击，啊哈 ！Oh, get， 我这不就反跳，反跳，正向捅，他过来直接送，他晕我，我大招，你闹。他一勾一背摔，我反跳反跳，问题并不是很大，他们有点炸，抵抗协议做兄弟，怎么讲？你是不是慌慌的？慌慌，哎呀，捅歪了。你慌不慌？我就问你，你塔要没了，你还不慌的？你怎么讲？你这个小兵过来你就死了呀，是不是？反跳反跳，正向红减速，再一捅一个大，呀哈！这旁边的两个野怪，我，哎，好兄弟啊，这你都算到了。他肯定懵的呀，这不可能在他的计算之中，这个人真的是运气好。你猜我是不是猜的？不是。你往哪走？往下走。往下走，正向捅，反向拉，普通攻击，右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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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吸，吸，哦哦啊！耶！能不能给点我游戏体验呢？这真是没法玩了，我真的吐了。哎，好像这波打赢了就有了呀！哎，怎么往后撤呀？他们都惨的呀，就往后走，太让我失望。拜拜，狙击，真包到了，弹了，哎，勾不到都没事呀，惩戒 A 就行了呀，哇，就看我这一刀神梦一剑。没事没事，就杀他，先帮他把加速打出来吧。都死了呀 ！OK OK， 发赢了。OK OK， 赢了。哦，吓死了！这差点让边路奇才倒下了呀。虎牙六八八，每晚七点半，咱们不见不散。希望大家多多关注，多多转发，拜拜。